韩暖大师说啊，统一念佛无别道故，圆通诸法界之内，皆为兄弟也呀、啊。什么叫兄弟啊？兄弟指的是护法，谁来护你的法？诸佛菩萨来护你的法。换句话说，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来为我们讲这段经文，就是告诉我们，你念佛，我们念佛的人，你不是一个人啊。你今天在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，你不是一个人。当你用你的虔诚心来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当你开始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，谁是你的兄弟呀、啊？谁来护法？诸佛菩萨，这些诸菩萨都是你的兄弟呀、啊，是你的老大哥，是你的哥哥，我们是晚辈的。所以，我们永远不会寂寞的，我们永远不会孤独的。当你念这句阿弥陀佛的时候，感应道家的都是十方诸佛菩萨。所以，谭纶大师为我们讲这一句话，就是来鼓励我们：你不会孤独，你不会永远一个人。你说呢？这句名号不得了诶，你不要以为。哎呀，我一个人念佛，我孤独很无聊，哪里孤独无聊？你当你念这句阿弥陀佛，就是等于跟十方一切诸佛在念在一起了，因为他们来护你的法。所以，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把这段经文来为我们说明，就是告诉我们，你念佛。你修这个法门，等于跟和活菩萨一起的法门，所以你要信心，你不是一个人，这些大菩萨都是陪着你、饶着你，跟你一起在念佛的。如果你明白我讲的这一句话，那就不得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看下面，在报恩论里面呢。在报恩论里面，告诉我们极乐世界实有其地，阿弥陀佛，岂有啊？实有其人呢、啊？那说明啊，真的有西方极乐世界，真的有阿弥陀佛。好、哦，所以但是呢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最重要的《阿弥陀经》里面所讲的，啊，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，最后，所以《阿弥陀经》里面告诉我们，最重要的就是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，你不能缺乏这一个。那什么叫做善根福德因缘？善根是指的什么呢？我们看下面。坚定的信心，对阿弥陀佛、极乐世界没有丝毫怀疑，坚定有愿心，这一生只有一个愿望，就是求生净土。这个叫做我们所讲的善根。你有这个善根吗？有没有？你只有一个愿望，我这个愿望没有别的，将来离开这个世间。我要抵达彼岸，我要亲近阿弥陀佛，这个就是你的最大的善根。我们刚才不是讲了，不能啊、哦、少善根福德因缘。那我们讲福德是什么？就是你能够遇到一个好的善知识、好的老师、同参道友，能做到发菩提心、一向专念，这个就是真正的福德了。你的菩提心有没有发出来？什么叫菩提心？我这一生除了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其他我不要求了。这个就是你的菩提心。那个心，亲近阿弥陀佛，那个心从来不间断，丝毫怀疑我都没有。那个就是你的福德。
那因缘是什么呢？诶，最重要的就是能够遇到一个好的善知识，真正的善知识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们。今天我们已经闻到了，今天我们已经听到了，今天我们也能够学到了，这个就是你最大的因缘。而这个最大的因缘，你没有好好珍惜，你要等到下一生的因缘才能够遇到这个法门，又来学习，那这个真的不是真正的因缘。真的，因为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，抓住这个因缘。